孔雀鱼苗需要不断喂食，今天又给安排一顿丰年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养员小二。上期视频发了这个孔雀鱼苗的喂养啊，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丰年虾幼虫回来了啊，这么一管啊，我们取出一点来喂一下啊，好吧？然后商家还送了这个喂食器啊。我们用这个喂食器来喂一下。然后给它吸一点进去。哎，感觉这样喂食简单多了。然后这个喂食器上面有个小孔啊，它会慢慢的流一些这个饲料出来啊。哎，这样喂的简单多了，是吧？这样比较舒服。以后就靠这个东西来给我的小鱼喂食了，希望它以后能快快长大啊。希望它一个月之后呢，就可以长到成那种小型的孔雀鱼，起码不再是这个样子了。我都感觉这它是这个幼苗的状态下好久了啊，这一个多两个月了还是这么一点，就非常奇怪啊，必须得把它给养活养大养好啊，好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喜欢的记得点下关注哦，我是养员小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